我系瑶瑶，系 Melody 个家姐啦。我啱啱咧就同阿 Melody 咧就喺度咧就好轻松咁样祈祷啊、交托啊，同埋咧喺个过程里边咧，我感受到咧，主耶稣真系对住我笑咯。佢好轻松、好愉快咁喺我身边，同我一路一路咁样行，散步行上山顶，好轻松。佢俾我见到佢咧嘅外貌。同佢嘅眼神啊，去俾我嘅安慰咧，系好神奇咯！我见到嘅耶稣咧，系同阿 Melody 见到嘅耶稣咧，系一样系咁嘅外形啊，一样系咁嘅笑容。佢系会好明白，好知道，好了解，同埋咧，佢俾我感受到系好轻松、好愉快。呢、这个祈祷嘅当中咧，我第一次可以咁样咧，就见到耶稣，认得佢个样，见到佢个样，见到佢嘅外，佢个外形，同埋佢俾我嘅咧就好明白我嗰个感觉咯，真系感谢主，好神奇啊！呢个感觉咯，我同佢祈祷之中嘅话咧，我今次系最真实咁样感受到咧，耶稣真系同我同在。佢明白我，佢带住我，佢叫我唔使担心，佢俾我有莫大嘅安慰，感谢主。